小伙伴们，这是什么呀？一个白色的圈圈，还能够发出斩击，好厉害的样子啊！它简直是白色十面活环。这里是风和幽暗生存，每击败一只 BOSS 就能升级活环。我们要打败唐三才能胜利。打败唐三？就凭我们？要不你还是把我给记了吧。八戒别怂呀，唐三身上逆天的活环最多，要是能打败他，说不定能继承他所有的活环呢。这个，我突然又觉得我行了，冲冲冲！这就是唐三，一看就是万象中干呢，估计是有废武魂吧。小白妹，你先别出手，我不用任何魄力就能够打败他。放心，我不会自寻死路。拿来吧你！妈呀，一巴掌就把我给秒了，这唐三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打的这个叫海神唐三，人家最顶级的魂环都是万年级部，你一个只有十年魂环的渣渣，肯定打不过人家的。臭表妹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是海神唐三呐、你也没跟我机会说呀。别急，想打败海神唐三，我们必须要先升级魂环，咱们就先从羽蛇神开始。好。我去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大侠能不能放我一条？你别找我，这庙里的东西随便你们拿。那可不行，我们需要击败你升级魂环。废话少说，拿进来吧。离魂技，轰天裂地罗三炮。怎么没伤害啊？原来是两个废物，吓我一跳。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了，就留下当我的零食吧。没办法，十年魂环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。不过对付羽蛇神这么菜的 BOSS， 徒伤也行。你们，太欺负蛇了。成功击败羽蛇神，魂环进化变成了百年魂环。百年魂环技能发出一支疾风之剑，用来对付黑龙正好合适。下一个就去烈焰星找黑龙。我才不会束手就擒，做好觉悟吧，黑龙吐血。该做好觉悟的是你。火气这么大，让你尝尝我百年魂技的厉害。七星之剑。还差一个。这不公平，你们一打二。魂环进化，百年魂环变成千年魂环，血量也变成了500，而且还学会了新技能冰封之破。还剩下远古巨人和虚空幻影，小白妹，咱们先去蒙眼星，嘎了远古巨人。这有死你，世界要听软的捏。走。可恶，我食巨人哪里都忍，只有实力不忍。食人之力。适应还是软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经常尝我的千年魂技，冰封之破。不，这不可能。为什么能无视我的减伤护盾？因为我们的技能是冰冻魔法伤害，成为我们的魂环吧。我自由了，谢谢你勇士。别客气，魂环又进化了，变成了黑色的万年魂环，好帅啊！这才到哪呀？把最后的虚空幻影也给解决掉，进化十万年魂环。可恶，居然敢跑到我的火山来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盲王冲撞！就这啊？你的攻击对我根本没用，我们有1000血量。什么？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们有万年魂环，就拿你们试试我新学的魂技烈焰风暴。啊，好烫好烫！可恶，下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，魂环进化变成了十万年魂环。有十万年魂环，这下应该够和唐三切磋一下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走。唐三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这次啊一定要打赢你。是吗？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。十万年魂技雷鸣电闪。不错不错，没有资格传承神奇。哦耶，成功击败唐三，十万年魂技就是厉害。不过刚才唐三说我们有资格传承神奇，小伙伴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